今天的午间大头条马上带您聚焦新北市双溪的虎豹潭，在昨天下午溪水暴涨，有31名在参加自然体验课程的民众原路折返过程当中，正在横越梳子坝时遭到了湍急水流给冲散。警消发动搜救，在今天上午陆续找到了一名失踪的大人，还有两个小朋友，但目前仍然有陈姓妇女以及刘姓小女童3个人还是下落不明。而上游的搜救行动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是着重在于下游地区，要把握黄金72小时来救人。顶着湍急溪流，警消人员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新一波的搜救任务才刚开始，就有新进展。失联的中姓男子在距离事发地点600公尺最先被寻获，但无奈将人拉上岸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送医急救后仍然宣告不治。不是，他不是，我们只是参加的家长。参加的家长，对。OK， 好，谢谢。所以小孩子也有去吗？有，小孩没事。OK。家属心急如焚，最终仍等不到好消息。而上午8:40以及10:40，又在寻获了一名蔡姓女童以及一名刘姓男童，但同样到月前没有了呼吸心跳。他发现告诉我，然后带那个老师来我家求救，然后我就赶快打第一通的110报案。大雨连续下，他大概半个钟头以上的话，哈，玩水就要马上要走。暴涨溪水酿成的严重意外，而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的双溪虎豹潭。16号下午4点多，有7个家庭共31人参加自然体验课程。当时雨势过大，他们折返，不料在横越梳子坝时，一行人遭暴涨的溪水冲散。警消获报后，在附近设下了7个搜救点以及1个拦截点。上游搜救任务目前已经告一段落，要着重在下游地区抢黄金时间救人。我们下午的一个重点会是在山水潭到料脚坑到太平农场的这一段。会是我们的一个搜救的一个重点。虎豹潭落水意外，还有陈姓妇女党以及一名刘姓女童，一共3人仍然下落不明。警消重整人力做重点搜索，不放弃任何搜救机会。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好，马上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有关于新闻一开始为您报道的新北市双溪的虎豹潭。昨天下午溪水暴涨，31名参加体验课程的民众在原路折返的过程当中，有一群人被湍急的溪水给冲散，6个人失踪。在今天上午已经陆续寻获了失踪的一名大人、2个小朋友，而原本是有一对陈姓妇女以及刘姓小女童3个人下落不明，但是我们刚刚掌握到的最新消息，现场已经找到了第4位失联的民众，他的身份是47岁的陈姓男子，也就是陈姓妇女的爸爸，而目前还有2个小朋友下落不明，现场的搜救行动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稍后有更进一步的讯息，随时为您带来插播报道。进一步来关心上午被寻获的蔡小妹，她其实是一家人报名了自然体验营的活动。6年级的哥哥还有爸爸妈妈受困当下有获救，独留妹妹被溪水给冲走。得知噩耗，她的班导师是崩溃痛哭，不敢相信如此乖巧的小孩会发生这样的遗憾。而这次的落水意外，责任归属目前指向出团单位，叫做大方体验自然。直击公司的登记地址，大楼管理员却说根本没这家公司，而在脸书上的活动照片已经被删光光了，粉丝专页更是被砍掉，让网友痛批主办方处理态度非常恶劣。难过到说不出话来，蔡小妹的国小班导师至今无法相信这个贴心的孩子开心出游却传出噩耗。他之前在班上是担任我们的风气股长，他会帮忙管理秩序，对，他会很尽责的让班上处于一种很稳定的状况，这样子是帮忙我很多。在校表现超级好，不只是老师，连校长都对他赞誉有加。但万万没想到，蔡小妹一家人参加体验营，就读同校6年级的哥哥还有爸爸妈妈受困获救，独留蔡小妹来不及逃生。带着小朋友家长爬山涉水认识昆虫，这就是大方自然体验营的活动。以大自然为教室，创办人在网络分享，从1997年开始会在社区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慢慢规模越做越大。据了解，现在报名参加的成员都是透过脸书报名、网络联系，7堂课约1600元，直接找到体验营登记地址，根本没有这间公司。出事后还急删脸书照片，社团也直接被砍掉，网友痛骂
带小朋友出游，连护具都没准备，真的超级危险。负责人哦，他们这个官方网站哦，从10点就开始删除所有的活动照片，然后11点呢就关闭他们的账号，现在就是变成一个三不管地带而已。可能又是有商业行为，所以呢涉及到商业处哦，旅行社带团，所以说是不是旅行社要去做一个负责？落水意外悲剧频传，就责问题就得铁影，怎么给死者家属交代？接台北综合报道。这次落水意外失联的6个人当中，有5人是台北市民，另外1人来自新北市。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深夜都赶赴现场关心搜救进度，有家属难掩激动情绪，当场恳求救救他们的孩子。而在今天一大早，侯友宜再度前往现场坐镇视察。紧皱眉头，神情凝重。新北市虎豹潭两大四小6人失联，侯友宜隔天一早再度前往搜救前线。孩子怎么走这个呢？太危险了，蹲蹲蹲就下去。看着湍急溪水，侯友宜心里也万分焦急。周六豪大雨，溪水暴涨，入夜后搜救十分困难。等到天一亮，人员再度出动，但山上雨势不停歇，任务依旧困难重重。溪水非常的湍急，增援就人的能量，所以已经分头进行，期待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意外当下，侯友宜立刻直奔现场指挥，而这回失联的6个人当中，更有5个人都是台北市民。市长柯文哲听到消息，周六深夜也赶紧抵达指挥所关心搜救进度。而获救的生还者看到双北市长，忍不住激动情绪，哭着拜托他们赶快救救仍然失踪的孩子。拜托你了，我们现在都在救，好不好？专心搜救任务，柯文哲周日临时取消党务行程，脸书发文感叹：今年台湾有些动荡不安，感谢双北的搜救团队会持续努力，不放弃任何希望，大家一起祈福。再怎么辛苦，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把失联的、失踪的整个状况的情形，都逐一的把它找回来。在黄金救援时间，双北市长紧盯，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记者杨月达新北市报道。继续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楼在清晨冒出了白烟，而且还伴随着像是燃烧塑胶的臭味，住户惊觉不太对劲，赶快报案，而警消也火速赶抵现场布水线灌救，经过火调发现，疑似是另外一间茶楼内的灰烬没有完全熄灭，闷烧店内书籍，幸好没有酿成大祸。白烟不断从大楼内飘出，还散发燃烧塑胶的浓烈臭味。城中城大楼火警，时隔4天出现复燃迹象。一大清早闻到异味，附近住户赶紧查看报警，消防随即也抵达现场布水线灌救，只是又传起火，把民众都吓坏了。怎么惊啊？都搞个小来哇，定时炸弹。所幸及时发现，状况在短时间内就顺利排除。复燃意外就出现在17号清晨6点多，城中城大楼后方另外一间茶行，疑似里头灰烬被覆盖住，未完全熄灭，导致店内书籍遭到闷烧，冒出浓烟。刚刚看的是一些书籍在冒烟而已，没有火焰了，可能那天有一点余烬，经过一天以后干了又冒烟而已。虽然大楼都被熏黑，危机四伏，但仍有住户趁着假日回到现场要拿回个人物品。衣服杂物装满整整2大袋，却根本拿不完累积40年的家当。虽然事发当下郭先生上班逃过一劫，家中也没烧到，物品几乎完整，但住了将近半辈子的家一夜没了，老邻居也不幸罹难，难过悲痛溢于言表。下班的话，我说就没房子可以住了，悲从中来啊。那左邻右舍的话，一个一个就扛出来了。城中城大楼承载许多人数10年的回忆，可如今经大火肆虐，面目全非，也不堪一击。目前施工单位已经在打剪阴架，准备打破玻璃，消防也会定时到点查看，以测安全。借田环消支援 SNG 小组高雄采报道。而这起发生在高雄的城中城大楼起火燃烧，酿成了46人死亡、41人轻重伤，是高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警。陈其迈今天一大早再度前往灵堂致意，而这起火警虽然不排除是人为酿祸，但有议员质疑，城中城大楼的7到11楼的使用执照明确标示用途是办公室，市府却没有相关的强制作为，放任民众任意在内居住，而导致这次火灾的伤亡惨重。
公务局表示，由于高雄有免变更办法，加上使用的强度上来评估，住宅其实比办公室来的比较低，所以虽然使用执照上是办公室，但还是容许作为住宅使用。一把大火夺走高雄城中城大楼46条人命，虽然不排除人为酿祸，但有议员质疑使用执照登记与事实不符，才导致伤亡惨重。一共有195户，它都有隔间，然后有门牌编定的号码。目前的状况呢，跟当时呢使用执照的核发是一样的。打开资料，其中1到6楼分别登记为商场和电影院，7到11楼却是办公室。明明登记办公室，怎么会作为住宅区让民众任意居住？办公室在目前免变办法里面，它是同一个类型，然后它的面积也在500平方公尺。目前在我们的办法里面，虽然使用执照是办公室，但是它做住宅使用是容许的。不做商业使用，又低于16层楼高，无需公安申报，种种情况无法可管，酿成悲剧。这场火警，许多家庭天人永隔。市长陈其迈再度前往灵堂致意。46位身份都已经确认，有2位陆配，经雇主跟朋友的指认，最后的程序还是需要大陆的家属来做最后的确认。承诺尽全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同时为了预防悲剧再次上演，针对没有管委会屋龄在30年以上的34栋住商混合大楼进行全面稽查。第一天12栋，第二天12栋，今天10栋就会全部完成。我要求10天内逃生避难的设施危险因素10天内立刻排除。城中城大楼火警烧出老旧围楼，公安问题、制度法规都必须重新检讨，如何改善、从何着手，是当前政府得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记者王秀成高雄采访报道。城中城大火造成了严重伤亡，副总统赖清德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陆续赶往高雄。赖副总统先前往市立殡仪馆向罹难者捻香致意，并且慰问家属，看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紧接着再前往医院去探视伤患，并且承诺一定会全力协助处理后续事宜。在高雄市长陈吉迈陪同下，缓步走进殡仪馆。副总统赖清德来到灵堂前，对高雄城中城大火46位罹难者捻香致意，也慰问家属。待了半个小时，又在门口跟市长陈吉迈叮嘱好些话，才步出会场。接近中午，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场。周末接连2天，正副总统和阁揆都亲自到高雄，苏院长更是在周日出发前在院内召开汇报，指示内政部相关单位全面盘点列管危老建筑，加速修法，强制成立管委会，对于弱势居民也要妥善安置。还在救治中的41名伤患，副总统赖清德赶到医院探视。高雄市府也承诺全面指引医疗费用。加护病房的14位，目前的生命现象都稳定，那也逐渐的在康复当中，那有一些是因为呛伤，那所以我们有请这个胸腔内科的医师，用这个支气管镜，要做局部的这个。清洗。发生重大死伤的意外，地方跟中央齐心探视伤者，慰问罹难者家属，并从法治面着手，要避免类似憾事再发生。记者王一宇、庄志伟高雄报道。